西里复兴宫位自2018年开始设立西里妈祖太平妈宗祖学金，隔达7年啊，希望发扬太平妈的大爱，帮助囡仔求学顺利。今年有将近180位学生申请宗祖学金，并且全数通过，是历年颁发人数上多一届。庙方五万囡仔怀着感恩的心，未来迈当回馈社会。我讲读书好。接过西里复兴宫所颁发的宗祖学金，学生是拢相当的欢喜，嘛真感谢。因是准备要来将宗祖学金起来买册，提升家己，未来有能力后回馈社会，帮助别人。我会用在我的英文辅助上面，因为我英文成绩考不好，还有就是学校课业的钱。我很谢谢复兴宫给我们这笔钱，让我们可以继续学习。我很感谢复兴宫们。送我们这笔奖学金，让我们可以拿去自行运用。我会拿去买一些课外读物，比方说是数学或是自然的。西里复兴宫自7年前就设立西里妈祖太平妈宗祖学金，希望透过宗祖学金来让学生会当安心读册。今年更有将近180位学生来申请，并专属颁发宗祖学金，希望让因在新学期进前收到太平妈的祝福。咱大家拢知影，咱奖学金是108年。今年已经第7年了，咱发动了两岸啦吼，一寡只咱学区啦，即个学校将近要学校将近要80间，学校甲咱提名奖学金只学生名单，今年将近800个，咱希望吼，透过咱妈祖太平妈这慈悲为怀是一点来发扬伊的精神。庙方嘛感谢所有学校协助提拔。需要帮助的学生名单给因，才能让这些学生感受到社会以及妈祖对他们的关心，也期待他们大汉后会当来回馈社会。我首先感谢咱廖校长、跟主任、跟咱东南的黄主任、跟姐姐，这80几间的老师跟校长吼，因是这霸王之中过来，甲咱参与到咱太平嘛，成啊这个。关怀诶形成了吼，我代表复兴宫个致上12万分的谢意安尼，希望吼，即个囡仔咧求学过程，用我妈做帮助之下，更加圆满，更加顺遂安尼。希望社会上有更加侪善心人士和企业，做伙来关心囡仔，让因读册路更加顺利。记者谢以新采访报道。